猜猜看，谁来啦？我们的顶流空根根也来到空间站喽。我们先让哥哥来个空翻。大家知道，如果在地面，我把冰墩墩抛出之后，它会下坠。那么在太空中，如果我把它抛出，会是什么现象呢？我们一起来试一下。冰墩墩来喽！来吧。走。大家看到，冰墩墩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下坠，而是沿着抛出的方向在做进一步匀速前进。好的，冰墩墩回来了。好的，大家看到冰墩墩还是在沿着原来抛出的方向做进一步匀速前进，这跟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现象相同了。